不一定啦，在中央政府，因为每个州政府都不一样哦。PBT 呢，我们是不需要再去申请，因为我们每个行业都正式开门都已经有申请了的哈、哦。啊，官方的每一个州啦都会有申请的。再来呢，主要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之前我们说只是可以洗、剪跟 treatment， 但是现在全部服务都可以，电啊、缆啊、rebonding 啊都可以哦，只是要在一个小时里面完成那个工作，啊、哦，这很重要。再来还有就是小孩子跟大人啊，就是老人家12岁以下60岁以上的时间剪头发时间是每一天的9点早上到11点啊，这是规定的。9点到11点，2个小时吧？两个小时罢了。这个大人是指60岁以上，意思讲老人家哦。价钱现在很多人都敢加钱，价钱我。